哪一句？台湾谚语，比喻做任何事都要把握重点，才不会徒劳无功。台湾谚语，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。欢迎乡亲们转发到自己的聊天组群，协助推广咱们的母语。多谢，感恩。台湾谚语，吃到药，青草一叶；吃不到药，人心一少。对症下药，比喻做任何事都要把握重点，才不会徒劳无功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